赵步堂，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个松柏无槐柳榆啊，这个是咱们山水画里经常碰到的一些内容啊。今天我们讲讲那个画柳树。柳树的画法归结起来就是两种啊，一种是点叶的画法，一种呢是双钩叶的画法。它的这个柳树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那个枝条啊比较柔韧，因为它迎风摆动啊很有姿态，它姿态很美嘛啊。这个柳树的现在它这个枝杆老的，它就有了一种能挺得住啊，所以一般呢在画这一部分的时候注意用笔啊要强劲一些，不要太圆润这个柳树的现在它这个枝杆当然老了以后就比较挺得硬了，是吧？嫩的时候它是枝条，是吧？比较柔韧，有飘逸感，是吧？就先把枝条什么东西都拉好它，
它这个枝条的安顿呢，或它的整体的树形的组合关系很大啊。所以一开始呢，先要注意这一点。勾这个柳条的时候，点叶的问题不大，你就那么通下去就行了。如果是夹叶的，中间要有断续，要空开啊。我们等到画到夹叶的时候再给大家说啊。那么大的枝条那个势就摆出来了。现在来点叶，点叶的就像写字的这个一射一样的啊，它是落笔的时候重一点啊，这个出笔的时候呢轻一些，使它造成那个一笔下去以后那个柳叶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它的组合关系呢也还是一样，就是让它这个三五成群啊，这个让它这个有一个层次感啊。点的城市呢，这个就是写复字破复字，写个字破个字啊，个字就是那个上面两下中间一下就是个个字吗，然后再把中间破掉它啊，这是个个字啊，造成他那个疏密关系啊，
很有一些规律性的那个感觉啊。他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写复字、写各字，就是用它的组合规律来讲啊，是这样一个特点啊，有这样一个特点，但一定是写出来的，不是描出来的啊。树梢上的这个点的这个动势让它强一些，因为它底下摆动嘛，是吧？向一个方向摆动的时候，有些是摇曳的，往这边摇了，哎，那么它就上面走了，底下呢就不妨往这边走，啊，造成一种动感。树叶是一个方面，这个树杆儿这是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是造成一种绘画形象的骨架啊，造成一种绘画形象的骨架。所以这个不是原来上次讲到这个哈，画树先分叉，为什么呢？它就是先立住它的骨架，啊，先立住它的骨架。这个道理是，你柳树也罢，槐树也罢，各种树，它都是一致的，啊。那么这种杨柳呢，它不同的就是下垂的感，下垂感很强。这个，因此它风动的那种感觉呢，应当一开始勾的时候，就应当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理念。
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它的杆儿是勾出来的，不是一笔写出来的，啊，是勾出来的，双勾的。这个柳树的那个杆儿啊，它在某些情况下呢，有一点像这个梧桐树杆的某些特点，就它的树皮那个树纹啊，是随着那个树杆的那个包回来的啊。我刚才讲了哈，这个要注意它这个，因为这种点叶呢，它细碎一些，所以你这个树杆啊，在勾的时候呢，要比那个要勾得精细一点，啊，要勾得精细一点，不要像刚才那样的像写字一样的写意的那种杆儿，啊，因为那个叶子它也是写意的。柳嘛，柳枝呢，它一般它都是这个画一个弧状，画弧状往下勾，让它有一种飘逸感啊，让它有一种飘逸感。这样就把那个风吹的那种感觉啊，风吹杨柳的那种感觉，要在你这个笔道子里头体现它那种飘逸感。当然，它也是和
其他那个树干一样啊，也是要这个三个五个，三个五个有疏密，要有疏有密，不能够把它画成完成一样的，完全一样成了图案了，是吧？第二种点烟法是用破锋，就是把毛笔啊在蘸了墨以后打成个破的，像个小刷子一样啊，用破锋，用破锋来点它。它的组合规律还是要注意，它这个，三个五个，三个五个这么一个组合规律，要让它，不能让它这个让感觉到它是另外一种树，啊，还是要是柳树的一些特点，要画出来。啊，注意它的疏密关系，干湿浓淡的组合和它的疏密关系。这个该密的地方呢，要密起来；这个该疏散开的地方，要给它一定的疏散的空间。这样呢，它那个就不是不显得板滞了，啊，不显得板滞了。尤其是画在这种随风摇曳的这种柳条上啊，你这个这个聚散关系啊，这个墨的浓淡关系啊，特别重要，因为你还要上颜色，啊，所以要用刻笔来蹲点这个，啊，它的组合关系还是三个五个，三个五个来互相穿破上来走，然后往前来组去这个走。好，这节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好。